这个金钟主持人有什么要帮他解围？解不了，不知道你个人超越个人单。没有啊，双恭喜，谢谢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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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男友追来多久？是刚到台湾来？我们应该有比较重要的题目要问吧？我们先问，先问，然后再问金钟。对对对，谢谢大家，很重要啦，很重要啊。你们看开心就好，很开心啊！你看起来也很开心，啊、谢谢，我确实很开心。所以男友是您来几天的？没有啦，这件事情我们私下再聊。那他知道自己被拍的心情，就是上了媒体，也不好说，也不太好说，也。是你明天要跟他出去，你会特别就是明天就我接下来每一天都要工作。他是住饭店吗？你今天应该已经准备好，就是没有你们好可怕。你是本来想要选在深山，不会发现。你们就放过他吧。你今天本来不想来吗？可以吗？会要他去青龙岩吗？所以是在那个英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。不好说，毕竟对方是圈外人，所以也不好跟他，不方便跟大家说什么，就是谢谢大家。第一次入围，心情非常的开心，应景，很慢的，我们也很努力想要机会。